间没有成亲的男女是不能同睡一间房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也对，今天确实不早了，赶紧休息吧。嗯。我们不一起休息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男女授受不亲。通常说这句话的女子，最后都和公子在一起了，所以你也一定会娶我的。我是真的不能娶你。你讨厌我吗？不是。或许是本座不懂人间情爱，不知该如何讨你欢心，但是我会尽力去摸索。只有两情相悦才能成亲的，你别看那些戏文和话本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总之，人间没有成亲的男女是不能同睡一间房的。可客栈现在只剩这间房，我睡哪儿？你是龙王，干嘛要跟我一起睡客栈呀？回你的龙隐天池去睡啊！走啊，走走走！哎呀，你快走！人间没有成亲的男女是不能同睡一间房的。我们早就已经同床了，不就是已经成亲了吗？既然同床就是成了亲，为什么又说不用我报恩，不跟我成亲了呢？真是难懂。身上似乎有种清凉的馨香，回来了。给你。糖炒栗子啊。终于看见你开心了，趁热吃。
味道跟我在京城吃的一样，我还以为这个小镇上没有这么好吃的糖炒栗子呢。这本来就是你们京城的栗子，味道当然一样。你特意回京城买的糖炒栗子啊？一小包栗子，看你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没关系，我是为了报恩。其实你不用报恩的，你这么一路陪伴着我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怎么会怕疼啊？我的伤已经好了。真的？一点疤都没有。也对，你是龙王。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呀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没事，有点闷热，我出去透透气，透透气就好了。